Hello。你觉得理财是什么？理财哦，放在银行算吗？理它，合理的用钱吧，管理我的财产吧。你会乱花钱吗？最痛苦的一笔开销，借钱给我前任10000块钱，但是到后来也没有下文。谈感情吗？不求回报吗？大学的时候我玩车子的改装，拼凑一个心理优越感。买各自这个品牌的衣服。我买过生发的精油，包包不到10000。我买了很多减肥的东西，晚上睡觉穿会瘦，脑弱一直买，现在10000吧。都乱买，看那些 VS 巡回的老帽，10000块上下。如果有钱，你想实现什么梦？拍了很多创作，想要把照片都展出来，就是弄一个展。开店，自己的小酒馆。植物摄影师吧。拍摄我自己个人的 MV。愿意用乱买的东西交换梦想吗？不用想。哦，当然愿意啊！当然愿意，因为那是乱花的嘛。拿去，全部拿去换。然后嘞，华南 SNY 数位账户陪你一起圆梦。用手机开户，这样就可以开。华南银行 SNY 吗？它的 App 吗 ？SNY 是什么 ？SNY 账户如何申请？使用自然人凭证、华南银行晶片金融卡或其他银行账户即可开立 SNY 数位账户。哎、欸，好嘞，好快啊！啊，这样就申请好了。所以现在都不用去银行了。哎、欸，这蛮方便的。SNY 数位账户的利率是多少？台币活存年利率最高2.5%。他说最高有2.5%利率。2.5%？真的假的？超高的。这么好？跨行转账，每月5笔免收手续费。哇，他每月前5笔转账不用手续费，5笔很多哎。哎、欸，我现在可以转了吗？很快耶，太方便了吧！它有基金跟外币的功能，再可以直接买基金跟外币耶，真假的？哦，还可以省钱，然后还可以赚钱，省钱赚钱，圆梦进度大超前，立即线上开户。轻松理财，存下一些给梦想。华南 SNY 数位账户。守护你的初衷，华南银行。